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萌啊。今天呢，又是去继续摆摊的一天啊。上次在那个桥洞嘛，一双没卖出去，有很多网友评论说，是桥洞啊，这个环境有点问题啊。因为他们说，那个地下通道嘛，这些行人的话都是匆路过啊，没有心思停下来买东西啊。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换个地方，打算来万科这边的这个厅桥试一下，看看效果，看今天能不能开档啊。铁哥啊，今天你有信心卖几双？卖三双。五双行不行？五双不够。五双的话勉强还能搞到一个饭钱。哎，好吧，行吧，那你的目标五双啊，一人五双嘛。今天我们卖十单就行了，也不要求不多啊。自己买可以吗？自己买也行也行。自己买可以吗？有点志气，把这个袜子给卖出去。你看现在背着好累。好吧，那就定了啊。走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万科厅桥这边了，然后腿哥呢背着我们的家当啊，今天争取卖一双出去。在我厅桥这边呢，这边是长安汽车北站啊，然后这边再往前面走一点的话就是长安那个万科广场，这边的话人流量还确实还是挺不错的。先去那个厅桥把东西给摆出来吧。我们就打算在这个厅桥上面摆啊，这里面呢是长安商贸城啊，那个厅桥还连接这个里面这个商场，对面的话也是一个产业园啊。这个桥的话人流量还可以啊，先上去把东西弄出来。男人不怕苦，男人不认输，再难走的路也义无反顾。男人不，现在已经上这个厅桥来了，这个门的话它是锁上了，这里此路不通了，然后就只有这边啊，那边还通。看这情况，下面车是挺多的，但是这个人流量就感觉一般般了。这个是我们未来的大佬啊，商业大佬。走啊，去选个地址摆上，我看你选哪里。你选个地址。你是未来的商业大佬啊。你来，以你的战略眼光，你觉得选哪个位置？就这里啊。行吧，那就这里嘛，那就摆嘛。摆啊。下面由我们未来的商业大佬把这个摊给摆上。袜子在这里，全部倒出来嘛。拿过去，全部倒在那个凉席上面，直接拿起来倒啊。倒。对，倒出来再整理啊。看到有一个行人了啊，人流量感觉也一般般。对。男人不认输，就算天塌下要勇敢顶住。男人不怕苦，男人不认输，一路多坎坷自己最清楚。怪不得现在这个厅桥人流量一般般了，这里以前好像是一个大商场大超市，现在改成这种工业品的了。以前人流量这里不错的，对面那里是长安北站，这里的话就是长安万科，现在这边的话有点倒闭了，人流量非常的少了。这个厅桥的电梯都倒闭了，一看就好久没用了，上面好多灰尘垃圾了。这才摆摊不到半个小时啊，我们鸡腿哥啊，销售经理就说口渴了，让我来买水啊，小弟呢就来跑下腿啊，两瓶水加包纸巾又消费10块钱啊。哎，哪都要钱了，出来摆摊我感觉这个钱也不好赚回来。飞哥啊，开单了没有？还没有啊。还没有。你一直抱着个手机，旁边还放着一包烟，这个怎么有人来买嘛？那个烟装起来，要微笑，要有热情，拿出状态啊，争取开单。做生意太难了，今天摆了快两个小时了，一单还没卖出去啊。我感觉这个停桥这个人流量还没上次我们那个桥洞人流量高。飞哥啊，你有什么建议没有？啊，因为位置不行啊。位置不行啊？是位置不行还是人不行？我都有点怀疑了。位置不行。你
缺点是位置不行，不是人、啊、不是人不行吗？啊，我要热情啊，这样微笑，好这样。啊，话术啊，过来看过来瞧，这里有啊，质量好又实惠的袜子啊，都没劲啊。要这样啊，大家看啊，袜子袜子质量啊，最好10块钱优惠，这样是不是？来，来，先拿一下，描述一下，我会怎样？说质量好，便宜，是吧？嗯。你要吹一下。我没专业。哎，做个生意现在就学吧。是吧？过来瞧了，快点快点。都没人了，你呀、啊！现在没人，你就要练习的，练习。有人了，你又不敢喊了，是吧？快点看，快来看，快来瞧，啊！便宜又实惠又好看的袜子。又不敢呀，要啊！亏本大甩卖了。啊，学着点啊。人生的道路难免大起大落。腿哥啊，摆了3-4个小时了，现在一双还没卖出去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感觉是我们人有问题。人有问题啊？啊，人品问题。哪方面的问题？长得太帅了。太帅了。嗯。还有其他原因没有？还有就是地方不行。地方不行。还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那你觉得这个袜子这个价格怎么样？10块钱4双。比外面便宜一点是吧？你觉得10平4双还是可以的啊、哦？这个质量你感觉怎么样？这个袜子质量？还行吧，我穿过。也还行是吧？嗯。就这些感受了啊、哦。啊，就这些，比外面便宜一点吧。OK OK。今天又倒闭了，一双没卖出去啊。这个天桥的人流量我感觉比那个桥洞的少了就99%啊，这里人流量太少了。飞哥。啊。我看还不如听从网友的建议，在这里摆个网算了，你觉得呢？摆算了，摆个网，摆给你吧。网友说在这里摆个网，你躺在这里，然后我跪在旁边，他们说这样还可能还来勤快一点。你觉得怎么样吧？那你应该新一下嘛，明天嘛。算了，还是要正能量，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啊，努力争取，努力争取啊。好，现在已经收拾好了，明天再换个地方试一下吧。这个地方人流量确实不行啊，我就不信了，不可能一双都卖不出去啊。飞哥啊，再给你买个网来算了。买个网给你，你坐着。你放不下面子吗？啊，买个网在这里睡一觉起来，可能你就有饭钱了。走吧走吧。